十点啊，不是十点啊，十点的话，要看八点，八点啊，十点钟。以上对我们的节目还满意吗？如果你们有对我们肚皮有任何的疑问，或者有对我们有一些兴趣的话，可以在雅虎的搜寻打左儿练舞功法的左儿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部落格跟一些相关演出的讯息。那非常欢迎大家来我们的部落格留留言，可以留的我来了，我走了之类的。那还有刚刚我说过，我们在下个礼拜六五月八号在荔枝中学2点到3点帮我们举办第一届肚皮舞的嘉年华会，现场只限女生入场，女生入场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等下可以来跟我们索取一下我们的入场券。那以上就是我们所有表演的节目，还有我们台上的舞者，谢谢大家。